小朋友好，这节课呢我们教小朋友画藕，就是我们常吃的藕，有那个藕片啊，还有藕丁啊，就是这个从水里挖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啊，也是我们常吃的一种蔬菜。我们先用什么颜色呢？用这种小黄色。这个藕呢我们叫画好的，其实难点就在于画这藕的这个洞。这个洞呢因为阴影的效果，它有深有浅，它由深到浅逐渐递渐的，这样呢才能感有一种立体感，能感觉到出这个藕片的这个放的方向啊和这个洞的斜的关系，主要是光与影的关系啊。可能现在呢小朋友对这种掌握的可能不是太好，但是随着你以后继续学习画画，比如水粉啊、油画啊等等各个方面，就会掌握的会越来越好啊。现在呢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一下，尝试一下，看看就是画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。好了，这节课呢就到这里了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如果你觉得这节课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转发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。高雄见，感谢你的关注，小朋友再见。